要说对付这个口腔溃疡哈，我们的网友啊有不少的这个踩雷心酸史，想问问这些土办法究竟好不好用呢？我的舌头坏了，想起当年口腔溃疡嘴里含酒精的经历，再也不能信什么吃橘子治口腔溃疡的鬼话了。咱们看这些网友的反应就知道了，肯定是效果都不佳。以前我只要口腔溃疡就喷那个西瓜霜，使用西瓜霜啊，主要是还是治标的，是吧？所以说呢，我们还针对不同部位、不同的脏腑啊，是虚热是实热，是吧？采用辩证的方法给它对症用药啊，这样呢，临床效果就比较好。